喂，大家好。我咧原本咧就唔關我自己呢單嘢，咁我做嘉賓咁啊，即係本住好輕鬆嘅心態啦。點知慢慢時日開始過啦，慢慢一步一步到啦，到咗今日到啦。家陣其實我仲驚過你哋。唔係，我想講嘅即係因為在座大家睇到嘅咁多個演員咧，都演咗無數咁多戲啦，即係無數咁多個小時，無數咁多年。其實大家都可能演到都有陣時都唔係好知道自己係邊個，咁但係呢個時刻咧，就係證明你話俾你聽你係邊個嘅時候，咁所以個心情咧係特別激動嘅。OK， 我頭先想偷睇嘅，但係都係唔好啦咁樣。咁啊，因為公司又想我記唔到稿嘅而家，咁我就唔好介意啊，大家就想同幾位女主角。女主角的提名人呢，我自己的感受，如果这一刻坐在这里，一定是心跳不断地来到抽搐，我就往往都要去厕所的这个时候。即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需要呢，又或者行下可以舒缓到，或者深呼吸下，大家有没有？大家都没有，是不是盤書啊？大家都定係好謙啊？好，咁大會就想我講一啲由開始進入知道自己提名啊嗰啲咁心態，咁都係我諗都係當你知道嘅時候，都仲有一段好長嘅日子啦。咁我諗唔會太在意嘅啫，但係當然開心啦。咁慢慢，傳媒開始嚇你啦，喂，係你啦嘅時候咧。就開始有啲自己有啲心紅啦，就以為真噶啦嚇。咁咧查實係咪真嘅咧？唔知啦嚇。咁跟住又搭上紅地氈，梗係睇到大家花枝招展啦，大家都又嚇靚仔靚女。阿嘉榮嘅醒目啊，嗱，著白色啊，今年我攞獎嗰屆咧，今年白雲白色西南見水，你真係哇！呢位好長喎，好嗱。咁不如講翻，快啲睇提名片段啦！贏咗嗰個女主角得好多嘢講㗎。哎呀，唔係佢哋俾我講啊嘛，係咪鬼你啲稿啦？唔好講住，睇下提名片段先。熒幕提名最佳女主角最後五強。好啊，你話夠啊嘛。蔡少芬《珠光寶氣》。佢冇可能啊！佢揾人哋嘅底嚟出賣自己老豆，而家你叫我收手嘅話，你真係叫我坐喺度作戰自己等死？吴信君不打自己人，大家去咪得咯？做乜要辞职啊？唔好同我嚟呢一套，我赶住出去啊！好。邓瑞文巾帼枭雄，坐定咗喺度，你先慢慢点。只要你做咗杀人凶手，你就乜嘢都冇噶啦！为你救翻母仔条命好唔好啊？如果我当初佘诗曼攻心计，你就唔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做更多坏事，害更多人。你无谓再讲埋你嘅歪理啊！你系被自己嘅歹心所害，一切与人无尤啊！你竟然杨怡攻心计，到最后赢都系我姚金玲啊！请记条啊，你得系嘛？唉，真係嚇死人！呢啲工作真係死好多細胞喎。有陣時咧，將個電視台做得當家花旦啊，做一姐嘅緊要啦，一姐唔做唔緊要，做九姐鄧瑞文。使唔使俾你講埋嗰兩頁字啊？唔講啦，其實我都知道講唔到咁多噶啦。多謝曬咁多同事。好開心，
可以講好耐，可以我諗下先。多謝 TVB 俾呢個獎我，多謝所有嘅評委投我呢票。多謝評委裏面有陳志雲先生啦、樂小姐啦。多謝呢、這個一定要多謝就係、是、多謝阿珍姐。自從 Loving You 開始，我知道你好俾好多好難得嘅角色俾我演，信得過我演，希望冇令你失望。多謝珍姐。我亦都好多謝 Tommy， 俾咗嚟緊俾咗阿女欣怡做啊師奶兵團，其實一路都有好多好戲，多謝。我順便喺呢度想講啦，因為每一次頒獎禮咧，對我嚟講都好似特別多花邊新聞啊咁樣。咁我想講翻啊，我同陳欣薇啱啱相反，我多謝 TVB 唔使我簽好長嘅約，但係每一年都俾一個好戲我做。呢個先至我成日都想解釋俾大家聽，其實咁樣更加開心。多謝，哇，太多人要提我啊，柴狗，我驚我唔記得。多謝所有一直支持我嘅朋友，多謝網上支持我嘅朋友，恐嚇大家話會去遊行嘅觀眾，多謝我知呢、這個我留翻慢慢講。多謝所有曾經同我合作用過我嘅監製，唔怕我成日走嚟煩問點解點解。當然我要講翻，其實最重要嘅演員能夠得到一個角色咁好可以有得發揮，都係全靠我哋嘅領導添哥，你寫咗呢一個咁好嘅劇本，仲係第一次用我，多謝你咁大膽。多謝華彪，多謝陳靜怡，多謝一眾嘅編劇，包括有海婷、阿龍、阿嘉明同埋真宇。我知道你哋每一日都喺度熬個劇本，熬得好辛苦。如果冇好劇本，冇好製作，演員係冇得發揮。咁我又好多謝我哋每一個，其實拍戲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 teamwork， 一個群體工作。我好多謝所有我哋緊急英雄嘅同事嘅演員，每一個都咁落力，都恰如其分。如果唔係大家都做得咁好，根本唔會有一個咁成功嘅戲，亦都唔會有四奶奶同柴狗呢個角色咁受歡迎。我亦都要多謝好多圈都係咁話噶啦，亦都要多謝好多好多幕後嘅功勞，因為燈光師啦、化妝師啦、頭飾噶啦、服裝噶啦，甚至道具啦，所有嘅現場圈我哋嗰啲 FM 啦，佢哋全部都好落力噶，真係每日都陪我哋捱更底夜，好多謝。我想講作為一個演員咧，其實獎項唔係好重要，所以一路唔攞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嘅，因為俾我自己會更加專心同埋順粹去做好每一個戲。不過我希望今日都未係最完美，如果可以同柴狗一齊攞，同黎耀祥一齊攞咧，咁就一個最完美嘅結局。多謝大家。好啦，咩都唔講啦，即刻揭曉，最後邊一位可以加入我哋嘅最佳男主角第五個提名？睇睇。黃宗澤，好啦，請出最佳男主角嘅五位提名人咧，出嚟我哋台前啦。包括有黎耀祥、馬俊偉、黃宗澤、黃子華同埋陳豪嘅。今日馬俊偉就有要事咧，今日就未能嚟到我哋現場嘅。另外黃子華都有要事，未能到現場，即係得翻三位嘅啫。恭喜曬，恭喜曬。好，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珍姐曾麗珍。唔該啊，珍姐，頒發紀念金牌俾我哋三位入到最後五強嘅朋友，包括有黎耀祥、陳豪同埋黃宗澤。好，恭喜曬三位，亦都唔該曬珍姐。
大家好，好開心翻到屋企，翻到嚟香港啦。Hello， 恭喜曬 TVB。最近咧有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就係親生仔女定係唔係親生仔女。咁我自己會咁睇啦。既然都係同一個屋檐下咧，我覺得呢個根本唔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只要呢個仔做得好嘅，我覺得應該就係有目共睹，應該獎勵一下嘅。咁其實係唔係親生都唔係咁緊要啦。咁我哋睇下片段先啦。榮獲提名最佳男主角最後五強，黎耀祥、巾帼枭雄。我叫你行開啊！真係夠慘曬。馬俊偉、碧血炎嬌。我做一次都冇愛心。黃宗澤、烈火紅心三。不如我哋分手。黄子华绝代双骄。你话俾我听，我点样可以还翻命 ？Just tell me。陈豪攻心计。原来马大将军喺朕嘅背后为朕筹谋咗咁多事。2009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的最佳男主角是众望所归，黎耀祥、巾帼枭雄。好緊張啊！都好多謝 TVB， 好多謝老闆提供咗一個咁好嘅平台俾我哋呢啲咁嘅演員喺度發我哋嘅夢。其實入咗行咁耐咧，其實真係從來冇奢望過有咁嘅成績。有今日咁嘅成績，我覺得唔係我個人努力可以做到，所以我喺呢度好希望多謝我身邊每一個同事，包括藝員部嘅同事、製作部嘅同事。負責廠的同事、負責外景的同事、我哋梳化服的同事，好多謝你哋建立咗一個咁好嘅平台俾我哋演員去生活。我亦都好想多謝 Stephen， 多謝你俾好多機會我。你對我嘅讚賞對我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多謝樂小姐，喺呢度要澄清，樂小姐從來都冇強迫過我簽約。多謝你對我嘅愛護同埋包容。好多謝珍姐，我要特別多謝珍姐，因為我離開咗 TVB 幾年，再翻嚟 TVB 係因為珍姐。翻嚟 TVB 亦都多謝導演趙崇基嘅，係佢做中間人嚇，打俾珍姐。咁珍姐打俾我，我記得珍姐同我講嘅其中一句説話，佢話翻嚟做翻戲啦。其實我心諗，我喺出邊一直做緊戲嘅，不過嗰陣時冇咩人睇。所以好多謝你叫我翻嚟。如果冇你，我絕對唔會有今日。多謝珍姐。再一次多謝添哥。添哥再強調一次，添哥係我恩師。廿幾年前你令我成為一個演員，廿幾年後你嘅巾帼枭雄令我得到咁多成績咁好。多謝華彪，多謝正義，多謝一班編劇同埋導演。所有工作人員，仲有我好想多謝傳媒嘅朋友嘅支持咧，因為大家好支持柴狗，對我亦都愛護，多謝傳媒嘅朋友，亦都好想多謝觀眾，所有欣賞我嘅觀眾，我覺得你哋對我嘅支持係我一生人最大最大嘅成就，我嘅演出係因為有大家，所以先至變得有意義，所以喺呢度多謝大家，最後。
我好想講嘅就係，我希望我所有嘅榮譽都能夠同我生命裏面最重要嘅三個人分享，包括我媽媽、我太太同我個仔。多謝大家。要即刻睇新聞女王，梗係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費 download 啦！